药需要哪方面的？帮我拿一下这个感冒药吧。啊，这个药属于麻黄碱制剂，需要提供一下身份证。我今天没有带身份证的。那没关系，你可以通过手机扫一下这个二维码，然后用支付宝身份验证一下，然后你拿着这个药跟条形码去前台结账就可以了。你好，需要哪方面的？感冒有点发烧。感冒有点发烧，来这边。您看一下这个药，这个药的话它符合您的症状，它是解表退热的，我们这个可以刷社保卡。但是我没有带社保卡。您可以用支付宝扫一下二维码，绑定一下社保卡就可以支付了。好的。好，